新北市瑞芳高工空间七会考试去年成功申请到教育部国教署补助考进高级中等学校双语实验班的计划，设置双语实验班，提升学生双语学习的效果。过去一年进行双语实验教育，即将伫黄金博物馆举办成功发表会。外籍教师 Joyce 菲律宾文化美食教学英文代理书线等国际交流，在双语班的成果发表当中，分享伊伫寄宿学校特殊的教学方式，佮经营理念，予学生勇敢来开嘴讲英语，不只是伫生活顶面学习，嘛伫专业科目顶面运用英语有佮较侪知识量。科展的报告变成英文版，然后在这边发表，在上台的时候会紧张。我刚刚是介绍那个我们所用的美食的工具，家里我在家里的时候我也会拍，就是有时候会帮妈妈煮饭这样子，也会碰到这些东西这样。我刚刚介绍那个需要的面粉，那些干的食材嘛，就是负责把它们混合在一起，然后到时候让他们去沾那个鸡肉用。应用得到，就是可以自己在家做来吃。那尤其是在空间测绘这个部分，我们引进透过顶尖群科计划引进了许多欧美先进的测绘的仪器，而这些测绘仪器最主要的语文表达都是英文的方式啊。假设我们能够在双语这个部分能够强化这个部分，学生不仅在学跟了解各中的一些技术的一个know-how，它可以更直接，更容易理解这方面的应用。For example, just like today, I do like that in class. I actually help them speak English and try to learn more vocabulary, some grammar. And normally, it's more of conversational English that I'm helping them. And also, I'm working with the teachers in Ropang Gaokong. So, this time.As I'm learning with my students and they're learning with me, they're actually trying to speak with me. Most of the time, they can now say natural English, but not literally that they can express themselves, but they're trying to communicate with me as a foreign teacher. So I'm happy with that. 那我们在专业科目上啊，就是协助专业科目老师去编制教材，然后训练老师去讲英文，然后也训练学生去针对这个步骤啊去做操作啊，然后再来就是针对另外一个就是一般科目老师。那一般科目老师在上学期的时候，我们是在课入班的时候啊，把老师的讲的中文翻成英文。那在下个学期的时候呢，再根据老师的需求再去做这个变化。新北市瑞芳高工空间七月课在去年申请到教育部国教署补助考进高中学校双语实验班的计划，设置双语实验班，提升学生双语的学习成效。在去年一冬来进行双语的实验教育，在黄金博物馆来举行成果发表，在寄宿学校特别是工业领域科系显得特别无同款。对着孩子未来这几个月不希望，那我所以希望他们上了高中之后，透过很多的活动让他们发现自己其实是有这个能力，他可以去表现得很好的。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需要典范效应，就是让学生彼此之间他们可以互相作为彼此的模范所以就是有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同学，那他的这个很优良的表现就会刺激其他同学说下次也希望可以有这样子很优秀的展演演出。成果发表里面呢，发觉到学生对老师的回馈特别的多，对，因为他们知道老师对他们非常的付出，而且也愿意去带领了他们知道他们英文程度不好，但愿意去陪伴他们去学，从线上从晚上留下来，他们愿意去，他们后来也愿意去投入所以我想这个空间是一个很好良好的一个教学的一个互动。看到学生从不会不敢到愿意开口，而且主动的积极投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双语实验班，让我们学校有更加活泼，透过外师的引进，让全校在这个部分也可以有分享到成果。我期待未来瑞芳高工是走向一个国际世界化的一个学校。
这个空间七位科相遇实验班首度的学外来办理成果展，意义非常不同。面对全球化的浪潮，让学生勇敢走出校园，找到合适的自信。空间七位科将每一位学生视为教育体系当中特殊的个体，老师用心教学，让学生未搁再放弃学习，放开脚步勇敢追梦。在黄金博物馆展现家己合适的成果是非常不简单。记者陈宇伟随访报道。